潜意识地瓜采收哈，采收单边泥哦的效果啦哦。原本呢客人都是用耙子耙啦，那是锄头吧，现在用简易式的。好，干点好够的，他都喝了。没啦，那也塞。那这样的效果哈，直接地瓜整个就裸露出来就可以剪了。哦，给大家参考。